怎么睡嘛？哎，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你做早饭也不必这么早啊！你整个晚上，你整个晚上在打火石。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把火折子借给你用了吗？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你，喂，是我啊，周四叔。 我还以为有人在后面偷袭呢，被他吵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脾气变得有点烦躁。对不起，公子，没关系。你忘了这个老婆婆既聋又哑的吗？你说什么她都听不见的。可能她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想早一点起来给我们准备早饭而已。可是，老婆婆，你用我的火折子吧。我忘了。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把火折子给老婆婆用了。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你是不是不会用啊？啊，你小心用啊，最后一个火折子了，没有了。 小心用啊！最后一个火折子没有啦。老婆婆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晚安。什么都听不见。这老人家又聋又哑。 希望待会儿能好好的睡上一觉。嗯，天快亮了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公子晚安。晚安。哎，不行。 不行，什么不行啊？我们现在处于幽暗之中，万一突然间有外敌偷袭，我们看不清对方的来历，岂不是很吃亏？不如我们生一堆火好吗？好啊。哎呀，我的火折子借给老婆婆了。我的也是啊。我的也借给她了。 我身上没有火折子，灵儿呢？老婆婆做饭的时候，我看她老是打不着火，我把火折子也给她了。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，让老婆婆收集了所有的火折子，一定有问题。这就难怪了，老婆婆整个晚上在打火，原来是有阴谋的。万一我们被敌人围攻了？ 在这么暗的情况下，我们不是很危险吗？是啊。嘿，你们不要杞人忧天了，也许没事呢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们就在这儿生火，坐到天亮。嗯，但是没有火折子，这怎么生火啊？金石互击，自然能击出火花。是啊，王姑娘果然聪明。穆姑娘，请借佩剑一用。
公子，公子，嗯，啊，天亮了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木姐姐起来吧。那你看吧，我早说过我们误会了老婆婆了。我也觉得那位老婆婆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。但愿如此。我看我们真是错怪那位老婆婆了。有朱四叔处处为我们细心筹谋，我们一路上都可以放心了。嗯，坐，雨烟。嗯。真是奇怪了，这两根柱子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用草席包住呢？是啊，昨天晚上黑漆漆的，没有注意啊。是这里的风俗吧？可能这个柱子被虫蛀了，所以要包住。嗯。草席里好像有字画。原来在这里。我早就觉得这儿到处透着邪气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但是奇怪，沿路上既然要我们田字上去，为什么到了这里又要封起来呢？是啊，公子，你该不是又想把字给填上去吧？我们沿途上一直填字到这里，不可能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却要放弃吧？青裙玉面如相识，九月茶花满路开。咦，这气味好香啊，但是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呢？哎呀，这个气味可能有毒，大家先捂住鼻子吧。啊，突然来了那么多蜜蜂啊，快快把门窗关上。糟了，另一个窗户没有关，快点起火把。蜜蜂最怕咬我了，没有火折子，我们不能点火啊！雨烟，雨烟，你怎么了？雨烟呢？你醒醒啊，雨烟！王爷，皇上派人送来密函，要王爷听起。啊。皇兄准备去天龙寺出家，要我马上回去接任登基。哎，你皇兄受了什么刺激？为什么要出家当和尚啊？后面你有所不知了，我们大理信奉佛教，历代帝王每到晚年，大多数出家为僧。其实我皇兄也早有出家之念。王爷，那在下和父兄弟马上去准备马匹吧。有劳你们了。那王爷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师姐，阮姐姐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薄情郎是靠不住的。他以前为了做王爷就不管你们了，
现在又要去做皇帝了，有了三宫六院，还顾得上你们吗？你敢负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洪明，你干什么？你的刀不够力，还是我的剑管用？哼，谁要你来杀他？你们两个你推我挡，是不是心软不舍的杀他？那你来吧。是啊，那你来吧。我和他再无瓜葛，为什么要我杀他？哎，你们俩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那我向你们保证，不管我做乞丐也好，做皇帝也好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带着你们两个在身边的。带？怎么带呀？难道你带着我们进宫？当然了，正如宝宝说的，做皇帝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呢？哼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可不是要三妻四妾，那我想带着你们俩在身边也不算太过分吧，是不是？就怕你的心里这么想，但是呢你又不能这么做啊。还有啊，你的原配夫人刀白凤她会同意吗？所以我们不能够操之过急，一定要按部就班来。那我打算先送你们到宫外的别院先住一住，然后呢我再和我夫人好好的解释，等到水到渠成之日，我自然会接你们俩进宫的，好不好？谁同意让他们入宫的？凤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离开大理足足一年多了，我也想探听自己丈夫的下落。哼，怪不得你乐而忘返了，原来你被闲花野草给迷恋住。你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了？喂，你说清楚点啊，谁是闲花野草了？就是，哼，你这个百夷族女人呢，你才是野人呢，哼。说到百夷族，对了，王爷，我们百夷族只能娶一个妻子的。当初你娶我的时候，你也应该知道你承诺过什么的哦。有事慢慢说，别动气啊。就是，有人未当皇后就白娶皇后架子了。是啊，没当皇后就这么凶了，小心断郎啊，把你休了。是，段王爷，你一登基既要废后又要立妃的，真够你忙了。嗯，哎，别看着我，我做我的中夫人，不会跟你争的。哎，凤凰，有事好商量，千万别意气用事啊。你是不是要我回玉虚观，做玉虚散人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凤凰，你也不要我做个无情无义的人吧。嗯，启禀王爷，门外有两位姑娘说要见你，现在正在房里求见。段振淳，你到底在外面还有几个女人呢？哼。拜见段王爷。拜见段王爷。两位姑娘是？令郎段公子的结拜兄弟虚竹先生是我们的主人，小女子没见。小女子兰见。原来两位是灵鹫宫的姑娘，是不是虚竹先生派你们来的？没错，我们灵鹫宫的眼线在路上听到一个不利王爷的消息，有人要在王爷回大理的必经路上设下陷阱加害王爷你。对方是什么人？是两个老太婆打扮的人，可能是乔装的。这两个人很狡猾，在我们跟踪他们的时候就给跑掉了，幕后主使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啊。谢谢两位相告，我们还有事要赶回灵鹫宫，就此告辞。嗯，哎，两位，小女阿紫在灵鹫宫医治眼睛，麻烦两位多多照应，还有请代我谢谢虚竹先生。我们会的，各位请。请请请。段郎，到底是哪个仇人想陷害你啊？最大的可能就是段延庆。嗯，就是已经变成天下第一大恶人的延庆太子。以前我在小镜湖见过这个人，他的功力深厚，可以用一个铁拐杖使出一阳指，连段郎啊都差点遭到毒手啊。小镜湖内双宿双栖，共同抵御外敌，多么凄美动人呢。凤凰，现在不是闹义气的时候，为安全起见，我们最好就是结伴而行，一切等回到大理之后再慢慢打算。段延庆这次是为我们而来，我们最好就是改到东行，让他扑个空。王爷，我们本来想到这个小镇租几匹马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兵荒马乱，人都跑光了。王爷，
还是让属下到前面看看有没有驿站吧。嗯。段延庆，你想干什么？段正淳，你束手就擒吧。段正淳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段家阴阳指所点的穴道是世上没有人能解的，把他们押回去。你快放了他们，要杀就杀我吧。哎，老大，他们全部已经被点了穴，毫无还击之力，干脆一刀一个统统给杀了，那你就可以回大理当皇帝了。段正淳死了，段正明可以不出家，继续做他的皇帝，而且他还有一个一脉单传的段誉，可以继位为王。那我们抓错人了，应该抓段正明才对呀。岳老三，你的脑袋瓜子也太不管用了，怪不得段誉那臭小子可以轻易的让你叫他一声师父了。你们想利用我的性命逼我皇兄让位给你啊？别做梦了。我了解你的个性，认为大不了一死。如果你想这四个女人陪你一起死的话，你尽管试试。你好卑鄙！大理的地位原本就是我的，是你们弟兄俩欺世盗名夺我王位，你们比我更加卑鄙。老大，干脆利用他把段正明引出来，我们去杀了他，你不就能夺回王位了吗？岳老三，你怎么说到现在一直都不肯说要杀段誉那小子啊？你疯了，徒弟怎么能杀师父呢？枉你自称天下大恶人，还排行第三，老是在上面压着我。就算杀了段誉又有什么用？我要段正明昭告天下，让位给我。我要以延庆太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登基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，痴心妄想。哼，谁看着他们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慕容复，你故意引我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感谢我，还有智力问我？你我素无瓜葛，我为什么要感谢你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段正淳呢？是你故意放出消息的？不错，是我跟踪灵鹫二弟，才找到段正淳的行踪的。延庆太子，你是大理国的嫡系储君，结果皇帝的宝座被人夺走。晚辈为你感到不值。这件事与你何干？你要做大理国的皇帝，就必须靠我帮助。帮我？只怕你另有目的吧。慕容复，你现在已经声名狼藉，你凭什么帮我？你以为抓住段正淳就能十拿九稳吗？万一他狠下心来自寻短见，就怕你好梦成空了。段正淳四个女人，四条命在我手上。段正淳会不会为了四个女人而要他的兄长把王位拱手于人呢？你我都不知道。不过有一个人的性命他最关心，就是他的亲生儿子段誉。如果要段正淳就范，除非制服段誉。很可惜，你根本就不是段誉的对手。不错，段誉的六脉神剑，只怕连你遇上也会死在他的剑气之下。没错，
我段家的六脉神剑的确天下无敌，难道你有能力制服段誉吗？不能力敌，可以智取。段誉这个小子已经在我手上了。段誉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个你不必知道。段誉是大理段氏唯一的血脉，他的性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你才有希望夺回王位。你肯把段誉交给我，你要什么条件？你想得到段誉，就要用段正淳来交换。段正淳跟你有仇吗？不是，是有人想要他的性命。想不到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要他的狗命。你最终的目的不外是要他死，现在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段誉，何乐而不为？你慕容复也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做这么多就是为了替他人作嫁衣裳？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段誉这小子曾经用六脉神剑打败我，害我慕容家声誉尽毁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第二，我姑苏慕容本为昔日大燕国的王毅，以赴燕为大任，但很遗憾满杯力量单薄，唯盼殿下他日登基为大理国君之后，借兵给晚辈以复国之用。好，若能成事，我当然乐于相助，作为报答。慕容复他日得以恢复祖宗基业，愿意世世代代作为大理平藩，绝对不会忘记陛下您的大恩大德。好，朕就答应你。灵儿，我妹，朱四叔。雨烟呢？雨烟呢？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就是要捉拿大理姓段的那个老狗，你怎么抓这只小狗了？这声音好熟啊！吩咐去做。老板费尽心思在沿途安排好人手，只要他填对字据，就有人把混合香料的饭送给他们吃。又在牧场饭堂的灯油融入药粉，只要段正淳填上诗句的缺字，几种香料混合之后散发异香，就会引来醉人蜂涌进饭堂，风筝上的麻药就会让他们非醉倒不可。谁知道阴错阳差，段王爷还没到这个牧场范围呢，段公子已经先到了，误中了我们醉人蜂的麻药了。混账，你又不是不认得那个老狗，现在还连累了雨烟呢。奴婢当然认得小姐了，可惜奴婢少露面嘛，小姐不认得奴婢了，奴婢已经向她暗示过了，小姐又不懂，那我就收起了他们的火折子，让他们点不了灯。我还拿了张草席把木柱给折住，让他们看不到诗，谁知道他们却点了灯还看到了诗。你说那个小子沿路上的诗句都会填上？段王爷是他的父亲啊，他念的诗他当然记得啦。刀白凤那个贱货，他生得出这么聪明的孩子？我不信。段王爷是他父亲，他够聪明，他的儿子当……你还叫他段王爷？是夫人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对不起你的是段，又不是他儿子，你还是放了他儿子一次吧。这个小子破坏了我的好事，我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禀告夫人，慕容家表少爷求见。慕容复来得正好，我正想派人去找他，看着他。副官，舅妈，未见多时，您老人家安好吗？我当然好了，最不好的人是你。我把雨烟交托给你，你扔下她不管，任由她自己一个女孩子跟不三不四的人浪荡江湖。
舅妈，不是我不照顾表妹，而是表妹跟那个姓段的小子私奔跑掉了。什么？雨言喜欢姓段那个小子？是啊。舅妈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那将来表妹光明正大的当上大理国的皇后，也还了舅妈你多年的心愿呢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无论如何，雨言都不能跟姓段的在一起。我知道，舅妈对段正淳恨之入骨，但是很可惜，伐木场饭堂醉人风之举，害不了段正淳，反而害了表妹。你说什么？外甥只不过担心表妹的安危，所以暗中派人跟随。谁知道段正淳未到，姓段那小子和表妹已经先中招了。那段正淳到哪儿去了？他接到消息，知道有人要害他，所以改道东行。我这个圈套计划得这么周详，想不到还是被他逃过。他逃得过你，却逃不过我。舅妈想不想见见这个人？你说，怎么能见到他？我已经把他抓住了，生死安危在旦夕之间。你抓了他？外甥没这个本领把段王爷擒住，抓他的是另有其人。是谁？段延庆。就是那个和段正明争夺王位的延庆太子。不错。他会不会把段正淳处死？我看不会马上处死他。段延庆想登上这个王位，就必须完成两件事。哼，第一件事当然是抓住段正淳，逼他让位。那第二件事呢？就是把段誉杀死，断绝段正淳的后嗣，那段延庆就名正言顺地登上王位了。只要舅妈把段誉交出来，那段延庆也很乐意把段正淳交给舅妈。哼，没错。不过如果我和段延庆合作，岂不是合伙逼段正淳退位？段正淳的命交给舅妈了，就任由舅妈处置，你管他能不能当上皇帝呢？莫非舅妈很希望段正淳能当上皇帝，坐拥这个三宫六院吗？三宫六院？那个混账又跟女人在一起？那个贱女人是谁？不止一个。什么？还有两个？错，一共四个，是四个女人日日夜夜地陪着她。舅妈，那个混账风流成性，让她当上皇帝还得了吗？舅妈言下之意，莫非愿用段誉交换段正淳？哼，我把她抓来了就任凭我处置，我怎么会不愿意？那就好了。舅妈，段誉那个小子在哪儿啊？他中了我醉人风的麻药，昏迷了好几天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间这么热心帮我完成心愿啊？段誉这个臭小子抢走我表妹，我恨不得他死。没错，他是刀白凤的孽种，还不知好歹，勾引雨烟，有人替我杀他，哼，我只会拍手称快。一点也没错，舅妈。夫人，夫人，有几个坏人闯入山庄，包大人、封大人跟他们大打出手。段先生，请你手下留情。非也，非也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轻易认输的。公子爷，你何必对这个大恶人太客气呢？姓包的，算你还是条好汉。包三哥，封四哥，段先生是我邀请来的。段先生，请在下向你介绍，这位就是我舅妈王夫人。段誉那臭小子，就是被我舅妈抓住，现在关在里面。好极了。段正淳呢？把他们押出来。走。走。夫人，你怎么样？断了。
阿罗。阿罗，这个人是大恶人，你千万不能落在他的手上。你走吧。他是大恶人，难道你是大好人？阿罗，你和他们串通来对付我啊？哼，你这个贱货，你才不是好人！你们几个给我闭嘴！二十年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当年我几乎想和你在茶花里双双终老。呸！亏你在临死前还说得出这种话。段先生，我舅妈和段正淳深仇似海，他日你登基立位之后，还请把段正淳交给我舅妈处置。阿罗，哼！来人，把段正淳押入地牢，其他的人锁进化肥房。是，夫人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不要啊，你刚吃了解药醒过来，要好好的休息才行啊。老婆婆，段公子怎么样了？你让我见见他。你不能去看他的，夫人吩咐过，任何人都不许进去，尤其是你呀。老婆婆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段公子吧，他是无辜的。我知道，哎呀，可是夫人她，我不能放他的，放了他，我连老命都保不住了。我娘不肯放他。小姐，那我跟他一起死。小姐呀，哎呀，你别这样。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小姐呀，段郎，段郎，段郎，你怎么样啊？段郎，雨烟，段郎，雨烟，段郎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要不要通知夫人啊？让他们聚一聚吧，我慢慢再想个办法。劝小姐出来吧，万一惊动了夫人呢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嗯。雨烟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哪怕要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段郎，娘那么恨姓段的人，他可能会杀了你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不怕。不行，你不能够死，要死我们一块死。我怎么会让你死呢？我自己也不会死的。怕的是你怕我娘会把你爹抓来。我已经带爹中了醉人风之局，他应该不会有事的。那你还怕什么呢？我爹和你娘呢？他们以前是一对情侣的，而且好像还是我爹把你娘抛弃了。怪不得娘那么恨姓段的人，是不是为了这个，你害怕我娘她会把你给杀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死而无憾。但是我就怕，我们几经波折才在一起，我跟你竟然……哎，什么？但是凡是跟我爹有过情缘的女子，他们都……段郎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怎么吞吞吐吐的？哎呀，没事，是我神志不清，胡思乱想而已。算了，只要我们一条心，娘怎么也不能拆散我们的。这里闷死人了。
段正淳这个狗贼也算是艳福不浅了、啊、他何德何能呢，这么多女人为他发狂，看来那个王夫人对他还余情未了啊。哼，你还不是经常说要抓个妞来做老婆什么的吗，到现在一个都没有，老四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哼，他有什么好的，他跟四个女人就快要死了，还一个人孤零零的被人关在这里。哼，你忘了他有五个女人吗？我要见那个混蛋。不可以，你还没有把段誉交给我们老大，绝对不能单独跟他见面。我只想在杀他之前算清所有的恩怨。不可以。混账，这是我的地方，我要进去还用你批准吗？你别乱来啊，女人我也不给面子。你敢？哼！哎，我说老四，反正段正淳呢已经被点了穴了，插翅也难飞了，让他见一见也无妨啊。喂，别太久啊！哼！阿罗，阿罗，段郎。阿罗，段郎，你为什么不避开？如果这样能宣泄你心头之恨，别说是一个耳光，就算是一剑刺过来，我也不会避开的。你就会说甜言蜜语欺骗人家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。阿罗，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哪怕让我死在你的面前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段郎，是娘的声音。男的声音很熟啊。一别二十年，想不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见面。你还记不记得在二十年前，我在大理无量玉洞回到中原的途中，在茶花林里遇上你，你跟我说了些什么？但愿茶花树下双双终老。是爹的声音，难道他也被你娘给抓来了？就为了你这句话，我花了半生的心血建了这座曼陀山庄。哎，我是大理的镇南王，有很多责任让我去负。你要回到刀白凤的身边，我不怪你，谁叫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有妇之夫，但你绝对不应该勾搭其他的女人。在我遇上你之前，我已经认识他们了，我又怎么能不理他们呢？你还说为了这件事情我打过你骂过你，你不还手也不还口，你还二话不说就跑掉了，一走就是二十年。所以你就联合段延庆把我抓来，是不是？是，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你这个负心汉，你不但害了我，还害了我们的女儿雨嫣。我们的女儿，她叫雨嫣。当时我怀着雨嫣走投无路，后来回到姑苏嫁给了王家。阿罗，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，我对不起你们。阿罗，阿罗，我对不起你。雨嫣，雨嫣，雨嫣，段郎呢？你想把他怎么样？
你这个贱货，马上把我孩子放出来！你住口！这里不是大理镇南王府，轮不到你们发号施令。我呸！你这个贱女人，早就该烧了你的山庄，把你的头砍下来。哼，秦姐姐，我以前以为你很凶，原来真正凶恶的是这个女人。总之，你们都是被情所累。我看见你们四个就怒气攻心，我先杀了你们再说。舅妈，回家。阿罗，阿罗，阿罗，我和你之间的恩怨跟他们无关，你放了他们吧。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折磨他们。舅妈，不要，啊，先办完正事，再慢慢折磨他们也不迟。